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孙佳。现在是晚上的9点，我打算去吃一个晚午餐。对，这就是在南方的好处，到晚上还依然可以吃到热腾腾的小笼包子。后面就可以直接看到是他们在现做小笼包子。那我就点一个我最喜欢的蟹粉小笼包、荠菜菌菇素小笼包、灌汤笼包。这面也是我从小吃到大的。晚上我们就不要吃太多了。你好，你好。现在这有盐酥面没有？好，那就换成芝麻酱凉面。我要开动啦！好弹！哇，好鲜好鲜！还能吸到蟹壳。嗯，好吃好吃。加点醋，辣椒油，和一和。先吃一个小素包子。一点点甜，再加上麻油的味道。尝一下这个老板的蟹黄包子，一个勺子放在上面，咬一个口，让汤倒出来。哦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一勺根本不够放。哇，太好吃了，是那种刚才那个大版的浓缩版，超好吃。人都不放猪肉的，就是螃蟹。他没吃醋和辣椒，喝一口。哇，这个面拌一拌，放在这里等了我很久了。好好吃，这个面条好好吃。嗯，香。吃饱啦。